当八部龙心掌，为武当武术流派中绝无仅有的内家真喜代表套路，列属武当纯阳门，由我的师父武当纯阳门一代宗师百岁道长刘礼航传授。套路千百年来在道内单传弥授，古朴经典，用于修丹悟道，养生防身。我们在演练八部龙心掌时，穿帘走步，阴阳互换，八步一位，龙游雾海，一派仙风道骨，大家风范。整个套路分行于八卦域五行之中，其深步轻盈，似燕掠水，罗圆众教，随心所欲，如逆盆平地。其步法路线全是踩着太极图、阴阳图、八卦图、五行图，特别符合太极图原理，整个全是飘逸美观，有脱俗八层之感。练磁拳有起心矫健、心情愉快的感觉，行拳与练气相结合，气感强，在很短的时间内能使我们丹田饱满，气走周身，收到行拳养气之功效，同时具有聚肌和养生的双重效果。八部龙心掌行功走架隔绝，纯阳起手走穿帘，阴阳二气互勉环，风云流水悟真意，返还同体自延年。若问其中防身计，圈圈连环有内涵，圆转走化鸡拿血，悟透自笑老神仙。
张行长，春姐，首先给大家讲一讲武当八卦中心掌它的特色步法和掌法。步法，武当八卦中心掌要求我们自然而然的走步，就像平时行步一样自然而然，无拘无束。但是在我们练习过程中，走步必须要走两个圆，也就是我们讲的先天与后天阴阳八卦。请大家看我走步的规矩，这一个 S 圈，走另外一个 S 圈，这也就是我们师父刘瑞康道长讲的要练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结合，也所谓真元混合一气。通过这种阴阳变换来调理我们自身的阴阳平衡，这是步法。这种步法与我们现在民间流传的八步八卦掌走汤尼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这里八步轮行掌行走八步自然行步，不受其他约束。年轻者练习时，一可以提高行转的速度，年老者根据自身状况练习时可以舒缓身体直立进行练习，甚是前提性不一样，悠悠自在，慢慢走转。这是我们的步法和我们行走路线方面的介绍。下面介绍掌法。我们在运转的过程中，几个基本的走转掌法都是龙心掌。龙心掌五指自然分开，手心含空。我们在走转时是说拧转双臂，不断的扭转变换。比如说我们的妈虚掌，它就是在走转的过程中向下抹下来，分掌旋转，再抹下来，再分掌旋转。总之在行走过程中手背不断的来回拧转。形成拧果之力。好，我们在练习前期掌的时候，麻虚掌、撩虚掌、鲁虚掌等等这些掌法的时候，都是假想我们自己长了一个长胡子，然后进行捋、撩、撸、梳等等这些假想假借。
种方式使我们能够很好的进入练习状态。比如说我们练习妈虚掌，注意假想我们长得很漂亮的长须，麻下来，分开，再麻下来。好，这是我们对几个基本掌法的要求。同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注意肘转时的转向和目光，也就是我们师父经常讲的向导问题。左转时要向右转，我们就要向右看，向左转要向左看，整个的身形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基本掌法的介绍。当然在我们这套八部论心掌中分三步，第一步浑能初开，也有一些基本的拳法、掌法和腿法，比如说鹤旗龟背，鹤旗龟背，龟背也就是背神成员，鹤旗就是我们独立蹲身时支撑腿要一定的弯度支撑腿，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一种基本的要求。第二，在我们整个肘转练习过程中间要注意行在肩上坐在腿上这种要求，这一点是我们师父刘立行道长经常强调的一个要领。怎么叫行在肩上坐在腿上？也就是说我们在肘转时整个身形要坐在腿上一样，像上身如坐轿一样，下边下身如划船。注意坐在腿上，行在肩上，用肩带着双背走转。所以说刘师傅在世时一再给我们讲，练好肩是不容易的事情，然后真正的做到行在肩上坐在腿上，那么这套八部论心掌就基本掌握了它一个运行的要领。在我们了解了八部论心掌一些基础型掌法、基础型步法、基本的伸腰演法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分解。第一步混沌初开，一比四进做一礼，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抱拳礼，示范一遍。进抱拳礼，再到内撑捉一礼，我们要注意双背开然后合，曲臂成弧，曲臂成弧，双背环抱，双背环抱，双手成阴阳八卦手，成阴阳八卦手，高于胸皮，然后扣手，回收，曲臂回收，缓缓下按，进抱拳礼要轻松自在，还有谦卑之意。
动作同样也是一种养生的动作，在我们平时做这动作时一定要配合呼吸吐纳，只有配合呼吸吐纳才能起到养生的功效。起，开闭扩胸，吸气扩胸自然吸气，闭气扣手，吸气回收，呼气自然放下。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要配合吸气呼气闭气扣手，再吸气呼气。这个呼吸是用鼻吸鼻呼，与我们阳明门其他的功法呼吸的方式不同，而且这个呼吸是一个慢长细匀的呼吸方式，慢长细匀的呼吸方式。另外我们在练习这种呼吸的时候要注意口微闭舌微扣，目光内含，自然呼吸，随着动作自然呼吸，一手丹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下丹田部位。当然大家讲的丹田也是我们所做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意识假借，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呼吸时舌搭鹊桥一手单。好，再示范一遍。第一次步别山门，示范一遍。步别山门动作要领：右脚向右侧开离半步，双掌由左向右弧形摆动，同时重心于右腿，收左步，踢左腿，蹬出。这个动作也是要配合我们的呼吸走动，吸气呼吸，然后闭气好，示范一遍。第二式十方归界接上式，演示一遍。
东南亚里，这里边主要是几个花圈走弧的动作，身体微蹬，左掌和右掌之间画圈走弧的动作，然后左手有龙印掌变成勾手向后，左掌右手变勾手，左掌有右胸前向左上方撩击，右手勾手，右左向右后方勾出，身体尾蹬，整个动作要舒缓。这动作同样的和前面动作一样，要配合呼吸，要在慢中出功力，吸气，吸气，吸气，这是长吸，然后慢慢的呼吸。这是一个长吸长呼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正常呼吸可能吸一次两秒钟，但是在这个动作中间就可能是五秒钟吸的一口气，然后是五秒钟出的一口气。大家注意，在具体练习中要体会。好，有道是师父领一门，修行靠个人，所以说我们的练习这些道内秘传功法时，一定要注意结合我们的外形动作深刻体悟呼吸方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带到社会所谓的真传秘授，也就是说你才能真正领悟到这些秘传拳法的精髓所在，对我们的养生和防身起到作用。我们在讲述第三式，拳之有拳，第三式就上次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拳之有拳这个动作主要是一个根部前穿掌退步回收掌这两个动作，这只是外形的，而内在配合的就是我们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动一静，上步双掌悬在分开放腰间，上步穿掌退步收掌，注意呼吸配合。这个动作整个的上步的动作都是吸气，退步是呼气，所以说一动一静，一进一退，一呼一吸，完全是通过外动带动我们的呼吸。这也是我们这套掌法秘传的根源所在，也是这套掌法养生的价值所在，它每一个动作都密切的配合了我们的呼吸，以外动带动我们的呼吸调理，随着动作的快慢调息我们的呼吸快慢，起到养生的作用。
再讲下一次，庙中之庙，示范一遍，接上市。蹲到那里，庙中之庙，这个动作以玄之又玄，这个动作刚好相反。庙中之庙是水玄之又玄动作之后，向外缩短向外，分合同时随之进退，进去合掌，回来收掌，进去合掌，回来收掌。这个动作第一要配合我们转背转臂的整个动作，回收转背，旋转回抽，旋转回抽，同时也是一样配合我们的呼吸，吸呼，吸呼，吸呼。好，这些动作我们的练习时可多可少，一般以三次为宜。好，我连贯把第一步浑身初开给大家演示一遍。武当八部龙心掌第二步，阴阳两翼。在练习之前，我把第二步的演练特点给大家以科学的形式讲述一下。它叫垂杨起手走穿帘，走穿帘，阴阳二气互勉还，飞云流水悟真意，返还同体自延年。第二步，第一次妈虚掌师父刘礼航在教授我们这个掌法时，也是要摸虚掌，摸虚，摸虚掌。好，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动作要领，摸虚掌，顾名思义，假设自己掌有长胡子，咱们双掌不断的去摸一摸。按照这种假设，我们的练习时不断的走转摸虚。只要练时有法，走时无法，走圈可到，
小。大石可在十几个平方范围的练习，小石可在一个小的圆桌上进行练习，但是整个动作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作为养生健体的爱好者，在练习这个动作时，可以作为单式进行马戏场练习。这个动作你可以走三圈、五圈、十圈、二十圈都可以，但把握一下原则，就是要轻松自在。整个动作过程中间，一要注意倒向。什么倒向？就是在走转时注意看到你的圆心的方向。二要裹臂，裹背。三步伐要自然。好，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动作包含一个快速转体运用动作，在我们简单的走了一个阴阳八卦之后，我们配合了一个集成式的深部练习法，那就是野鸡串铃。动作示范一遍，好，野鸡串铃，以这种直线五步练习。在平时练习时可以加快速度，以提高其防身技能。侧面示范一遍，好，我们把野鸡串铃的动作给大家完整的示范一遍。二是撩虚掌，示范一遍。来马勾胯，重要要领。撩虚掌主要是双掌由下向身体的中心，船掌、反掌分开，这是掌心的应用。两个圈步伐和身法和眼法同马戏掌一致。来马勾胯的动作，请大家看我示范。这个动作主要是左拦右拦，转掌扣步撩击。好，整体演示一遍。第二是撩虚掌拦马勾挂，第三式，收虚掌，倒拐出鞘，
示范一遍。孙局长在步伐上、身法上、眼法上和前面两掌一致，主要在手法上的变化。手法变化，请大家看我的手的变化，迎过来，穿过去，再迎，迎过来，穿掌，再捋下来，再迎过来，穿掌，再捋下来，迎掌，穿掌，捋掌。好，大拐出鞘的动作主要是肘部、楔部抱拐横击，这个动作转体楔部抱拐横击，然后由慢慢动作前插掌，再收一个快速独掌。好，给大家再连续示范一遍，请大家注意观看我的掌法的变换。第四式，搂虚掌，腰肌入窝，动作示范一遍。搂虚掌在我们垂杨门基础功法训练中也叫阴阳别刺，请大家看我的掌法变换。要穿肩过臀，加上自己的胡子挪过来，然后穿到后边腰部，所以整个动作活脱自然。腰肌入窝，注意是两个上部同手同脚按的动作，然后一个反臂掌按按反臂掌回收转臂掌。好，演练一遍。第五式，云手怪蟒翻身，示范一遍。正在这里，云手我们外边现在流行的太极拳的云手是不同的。第一，它是肘部；第二，它是一手成拳一手成掌，从螺旋掌左转的时候变换，转体变换，变换，变换。所以说双手阴阳变换，一拳一掌
然后灌掌翻身，注意大臂抡起来，右大臂抡起来，翻起走步从左旋，然后独立腿支撑从右旋，无力提升之后走护心步，走起来撩掌托掌独立平托。好，我侧面给大家示范一遍，第六式牵手老后折亏，示范一遍。正在那里牵手，请大家看我的手法变化，牵手按掌圈，按圈按，好，这个配合我们步伐和左转的方位就可以练习了。圈按圈按，老后折亏，这个动作请大家注意观看。分掌掌分出来，走步云掌从头上按下来，然后穿左掌劈右掌。好，给大家连贯起来示范一遍。第七式串联手莲花旋摆，示范一遍。站在这里串联手的动作，注意是一个背身穿掌的动作，双臂传出旋掌，平时练习时一定要注意串晃身摇头晃身摇头。好，他的步伐身法眼法与前面都一样，我们注意把这个串联手法贯穿在我们步伐和身法中间，演示一遍。穿起来换掌，再穿再穿，好，莲花旋掌这个动作主要是借着我们穿之后一个双掌互换背身转掌的一个动作，请大家看穿背身掌收掌撞出去，然后走步走步动作，这个动作要注意整个拧身晃腰，比如说金龙斜玉三间那种感觉，进入那种状态。好，请大家注意看穿背起来撞出去走，好，连贯起来做一遍。串联手第八式纺线手对打金钟，示范一遍。
防线手，走。对打心中，好，动过那里。防线手法，注意左手画圈，右手整勾手，双臂伸开，原地转，左右手一致。左右手一致，一手撑勾，一手撑掌，左右变换，随着阴阳变换，肘部的阴阳变换，左右手的也跟着一起变换，这是防线手，对打心中的动作，注意，一个是旋掌，伸心手，插掌，然后。虎掌顶击，然后变力拳冲出去，所以说这掌法平时要单操，一二三单操，一二三单操，左右手一样，好，连起来给大家示范一遍。有事双撞手乌龙腾海示范一遍，乌龙腾海在那里，双撞手，注意，分掌、穿掌、分掌，在左转的时候，注意，穿掌、分掌、撞掌，然后再分掌、穿掌、撞掌，这是一组连贯性掌法，穿、旋掌。撞掌，原地制作，这样练习的啊，看，穿掌、分掌、撞掌、分掌、穿掌、旋掌、撞掌，好，乌龙腾海的动作是一个双掌前穿，同时点腿，点腿动作，点腿，然后一个。翻身穿掌，上步起身反背锤，然后旋背，右背旋转，落步走圈，走圈，好，连贯起来给大家示范一遍。在我们刚刚介绍了第二步阴阳两翼之后，我们初步了解和掌握了三虚五手的练习方法，下面我们介绍第三步功成大道梦想纯阳。第一次手搭凉棚示范一遍，
正眼示范一遍。对到那里，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独立平衡动作，要注意踢腿转腰，蜻蜓转体，目视前方，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好，再示范一遍。第二次打马扬鞭，示范一遍。对到那里，这也是个静止性平衡动作，注意支撑腿弯曲，右手抱拳向右前方回拉，左掌伸掌，至于右脚尖部位头向后看。好，再演示一遍，按我们的演练方位演示一遍。接下来是寒鸭腹水，示范一遍。寒鸭腹水主要是在接上式打马鞭基础上，整个动作注意回收，整体回收，然后屈膝突膝，右腿后蹲，前掌前伸。好，第四式盘龙戏尾接寒鸭腹水式，动作要领，这一个是前臂转体的动作，右脚向左前方转扣，继续转体，双臂画圈转体呈斜步坐下。好，看完整示范一遍。第五式飞虎朝月，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这飞虎朝月是一个组合性腿法练习，一个是前抬脚，前抬脚，然后又退一步百连腿，要击朝响，百连腿，百连腿。好，给大家演示一遍。第六式月敲三门，示范一遍。这个动作是两个搂膝推掌的动作，我们练习时注意根部过来，也要根部，这边示范一遍。第七式阴阳合抱，示范一遍。
这个动作要注意，双掌分开，上左步跟右步，双掌前推，沉重心掌，但直接向对，然后退步。好，大家看我再完整的示范一遍。收势，示范一遍。现在，我把第三步全部演示一遍。